未来派的摄影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一种，还记得我们讲绘画领域里头的未来主义，未来主义迷恋速度，迷恋暴力，追求的就是不断的奔向未来的人的那种加速前进的那样一种形态。所以呢，在摄影中是通过什么来抓住未来感，这种连续的曝光的效果的呢？就是让它的镜头是慢慢的，然后呢，这个时候拍出来的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一种影像的重叠，虚实的相符，人的一个单纯的动作被层层叠叠的线化，这样一种很未来主义的风格。比如你们看，这是一个仆人，这是一个酒店里头正在迎宾的一个 waiter，他看见有客人来了以后呢，鞠了一躬说欢迎光临。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镜头，可是用未来主义的慢门摄影的一个方式来表现出来以后呢，它被虚化了，动作被线化了，产生出来一种很新奇、很新意的视觉效果。抽象派摄影也是艺术领域中抽象运动在摄影上的反应。那么它追求的就是通过在拍摄的时候，这个手的震动让摄影机是不稳定的，那么这样呢，拍出来以后，整个物像的结像比较模糊，再加上中途呢，或者是运用光线呢，多次曝光啊，或者是剪辑呀，等等，反正让它的正常的那个结构被改变，它的形态、它的空间结构都被改变了以后呢，它就变得很抽象了嘛，它的形式、影调、色彩。素材等等都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语言，变成了不能辨别是什么东西的一种线条斑点或者是光效的一个结合体。那么他们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人类最本质的力量的潜意识的反应。所以呢，追求这种难以辨认的模糊、抽象结构，认为这里面散发着一种人类的想象力，是个性化的。是一种，有着耐人咀嚼的，有着无限的这个给我们的一种心理暗示。我们来看一下抽象派的摄影，它往往呢抓住一个局部，改变它的基本结构。你看，这是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腿部的线条，通过震动和模糊，让它呢变成了很抽象的一个表达。尤其是好玩的是这个，这是一个女子的裸背，可是呢，这个背部线条非常流畅，好像什么呢？摄影师呢想起了一个可以对比的一个结构，就是一把大提琴，所以呢，他在腰部刻画了2个音符，然后呢，这个时候拍出来，人一下子脱离了人平常的那种身体结构，他和一部大提琴，和一架大提琴。形成了一种结构的重叠，那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审美的效果。堪迪派这样一个摄影流派讲的就是即兴、随机、随意，不是雕琢。认为呢，这种亲切、这种真实、这种自然而然、随随便便，反而呢会让物像镜头里头的物像呈现出来一种很真实的生活气息，在里面。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呢，就是法国的著名的堪迪派摄影家布列松。布列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亲切的，因为他拍过很多和中国相关的照片。他反对摆拍，认为呢千万不要干涉被拍的对象，强调呢抓取，这种瞬间的情态可以反映出来最本质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堪迪派的一些摄影。布列松来过中国，拍过很多跟中国相关的影像，给我们真实的记录了一个历史过渡中的中国。比如他表现的，当时的一个中国人，在店铺门口支了一个桌板，在那吃饭，还是啃着馍喝着稀饭，这样一个瞬间的形象。你们看这个影调啊，不是特别完美，看出来是自然光，看出来是瞬间抓取的，但是呢，人物。很真实，他没有被干扰，他的最真实的情态，就那样透过这个照片呈现出来，给我们记录了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真实的中国形貌。这张照片呢，尤其有意味，它呢通过两种形象的对比，两种符号的对比，后方是代表了工业文明的上海外滩的高楼大厦，它的建筑风格显然是西方式的，而前方仍然有着农耕时代的这种农民，他们推着巨大的麦秸堆，还有架子车，这些农耕文明的符号从前方，还以手工劳动这个的方式从前方过去，两个时代的并置，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东西方的相遇，在一张小小的照片上，那么饱满的密度那么浓的呈现出来。达达派，达达派，我们知道艺术上的达达主义，比如给蒙娜丽莎画胡子呀，是吧？拿着一个难用的小便器写上古典唯美主义名画全这样的名字呀，这都属于达达。达达其实要用中国人的理解来说，就是那个后现代文化无厘头，不需要去什么样的价值倡导，它是虚无的。他的创作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讲，甚至是某种戏谑、某种瓦解。他们的很多创作既然是要达到一种荒诞的效果，很多呢都是要通过暗房的后期的加工，创造一种虚幻的景象来表达自己的意念。达达派的著名的摄影家，比如摩根、比如菲利普·哈尔曼斯，等，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他们共同推进了现代摄影艺术的发展。这是哈尔斯曼，他所表现的达利，他把达利的标志就是他的两笔违背地心引力的翘胡子。他拿达利的这样一个面容，通过暗房的那个叠印的技术，和蒙娜丽莎的形象进行结合。但是在这个手部呢，又是一个强悍的、青筋暴突、长满了黑毛的男性的手。数着，满满拽着的钱币，这个形象呢，基本上对古典美的典范蒙娜丽莎进行了一种恶搞，进行了戏谑。像这些都是达达派的摄影，很荒诞，很虚无，也很没有意义，但是呢，提供了一种视觉上的新鲜，提供了一种人类的思维的创新，超现实主义。如果说达达是虚无的话，超现实主义呢，则以那个超越现实来作为自己的目的，表现人类的潜意识、无意识、灵感、心理变态、梦幻，就反正是表现所有的不真实的部分，反而是这个世界的某种隐藏的本质。那么既然要拍超现实，自然也不可能是摄影机能够直接去抓取的，他们要透过繁琐的后期的暗房技术。利用剪刀、浆糊，以及各种暗房技术来作为自己造型的手段，将很多的景象加以堆砌、改造、拼贴、改组、夸张、变形、省略等等这些方式来，最后营造一种又奇的又荒诞又神秘的视觉效果。你们看这一张，就是表现的是一个头上蒙着面巾，有点类似于裹尸布，是吧？一个僵尸一样的人物，他呢，把自己从绳索中解下来，死而复生，这是表现了冰山之下呢是连绵的绿草地，那么将不同的气候带叠放到一起。这张照片呢表现了巴黎的一个街头的一角，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有一头不知道从什么年代穿越过来的异兽，这头异兽可能来自于遥远的未来，也可能来自于洪荒古远古，它就趴在那里，完全是时空错位的，俯览着整个高楼大厦林立的繁忙的巴黎。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深深的感受到我们被偷窥，我们的世界被入侵，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外来的生命。还有这张超现实主义的照片。把人的脸进行了一个叠合，看时间长了以后会有眩晕的感觉。主观主义摄影，
其实他们也是沿着刚才的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但是呢，莱德更为抽象，更为主观，他们又被称之为战后派，因为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他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德国的摄影家斯坦内特，他认为其实摄影是很主观的，只是我们以往认为。它是一个真实记录的工具，它的瞬间的抓取的能力，我们都把它认为是客观的、机械的、写实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是高度的有主观能动性的，所以呢，它就讲究我们拿起摄影机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主观化、个性化、人格化，这是它的理论的主张，认为摄影是一种自由的创作。我们有权利自由地利用任何的技术手段去创造照片，这些都是主观的一些摄影。比如你们看，这是表现一个玻璃上、玻璃板上大大小小的这些水珠，并且呢对这些水珠进行了后期暗房技术里头对它进行加工，让它呈现被切割的样貌。这是表现一个被毁坏的世界。然后呢，这张照片很主观的，也很梦幻的想象了，这是人类若干年之后的产物，距现在900多年后，名字就叫浩劫之后的2958年，那么完全是主观化的去呈现末世的未来景象。这张照片怎么拍的呢？实际上，它是让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在黑夜里头。画这个光的轨迹，快速的、高速的画，再把这个过程呢以脸谱的方式拍下来，再获得它的负片，那么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一幅抽象画。当我们今天的社会进入到后现代社会，更为无意义的、反历史、反深度、反权威的一个后现代主义摄影出现了。后现代摄影呢？不再有那么明确的追求，也不再非得区分自己的艺术的本质和这种独立性。摄影所谓的文化自信，他们以更大的自由度来表意抒情，根本不关注于自己是不是和现实结合呢，还是脱离现实，也不关注于它诠释的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还是象征的，往往呢表现得非常的晦涩，无意义，整个。造型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随机性和无意性，有时候这些后现代的艺术啊，不能深究，也不能过度的阐释，因为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意义的空白，它不具备任何意义，它只是以一种完全游戏一样的自由随意的方式来呈现影像的雕凿。我们来欣赏一些经典的照片。获得摄影专利的这样一位历史性的人物达盖尔，他用念影法来表现的一幅作品，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古堡的废墟，是达盖尔为了纪念印象派的绘画大师特纳而拍摄的。拍摄出来呢，确实呢很有画意感，其实呢也是跟当时的曝光技术，在达盖尔那个时代啊，他们在一块涂了念影的这样一个感官材料上，对着巴黎的街头。大街小巷，足足3、4个小时才能留下来一点模糊的影像，甚至那些高速运动的那些物体，像，马车呀、奔跑的孩子呀，这些都不能记录下来，只能去记录那些一动不动的静态的画面。那么最后出来的这种感官效果呢，有点模糊，明显呢是绘画式的，可能那个时候绘画的力量还太强大。摄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有着比绘画更为擅长也更为独特的表现能力。到了1855年的时候，当时的感官材料，它的明暗和宽容度还没有现在那么宽广，所以呢，要同时拍天空和同时拍海面，在当时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呢，这张照片你们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它有点上下两段的差异化，它是分2次拍的。先拍了天空，再拍了海洋，最后呢，在两张底片合成才做出来。
但是呢，它的好处也在那里，有着很明显的层次感。我们来看写实摄影开始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历史中不可能被记录的真实的瞬间。1945年2月23日，那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珍珠，那个一次最血腥的战役，就是硫磺岛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有6000多名的美国人被杀，有19000人受伤。他们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叫硫磺岛的小小的火山灰堆积的一个小岛。到了1945年2月23日那天，经过了惨痛的代价，终于夺取了这个小岛，登到了峰顶。当一面美国的国旗被插在这个火山灰岩小岛的这个岛上的时候，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随军的一位新闻记者，为了记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以调侃的方式对这些美国大兵们说：“嘿，振作点，小伙计们，这可是带有历史性的。”他是带着开玩笑的语气来说的。最后，那些疲惫的士兵压根儿没有回过头，也没有搭理他。那么，他拍下了他们工作的这样一个样子，他们在战役中的一个插上胜利的美国国旗的一瞬间。这张照片后来被看作美国的国家圣像，珍藏在华盛顿，因为它记录了一个不能再复制的时刻。巴黎街头的一个露天的木偶戏表演，当年那些表演的艺人早已经历史的时空中灰飞烟灭了，可是他们当年的表演精彩吗？肯定是精彩绝伦的，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观众的反应。在这个木偶戏表演的戏台前面站了一群孩子们，这些孩子们怀着那么惊奇、那么兴奋的表情在观看。实际上这张照片，它是摄影师拍了一整个胶卷，他最后挑选出来的一张。到他92岁的时候，他承认，在他一生中所拍的照片里头，没有一张比这个更成功。孩子们这些丰富的表情各异的脸，他们被精彩的木偶戏所吸引、所震撼、感同身受，整个完全被专注于此的这种，这些表情，那个被照相机所真实的记录。哈尔斯曼还记得吗？刚才曾经提过他，他就是美国的一位用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来拍摄的艺术家。他为了表现一个，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样一个命题，用了7个美女，构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骷髅的形象。但是仔细的去看，又是7位极其赏心悦目的女人体，将丑陋与美丽，将可怕和可爱，将诱惑和抵抗，将色和空这种种的矛盾，同时拼合在里面。同时，他旁边呢还放置了一个面容极其庄重、严肃的男子，似乎在深思这样一道人生的难题。这是关于接吻的照片中很著名的一张，因为这是在公共的场合里头抓拍的。那么，搁到我们今天这种人肉搜索的时代，我们可能会说它会侵犯肖像权，但实际上它确实后来因为这张照片打起了官司。可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挡它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被广泛的传播，因为这是一个匆匆上班的一个上班族吻别他美丽的妻子，他那对男女主人公那么生机勃勃，又那么真情的相爱，是吧？真诚的相爱，我们能够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画面，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情感的力量。曼瑞，超现实主义的一位摄影师，他在1930年突破当时摄影师和被摄影者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在这张照片之前，还很少，摄影师和被摄对象，尤其主要是人，他们之间的距离被拉到这么近。他把所有的多余的部分都去掉，让镜头只切取了这个人物的1/3的面庞，尤其呢是大特写的锁定在他的眼睛那里。在这张照片上，
女郎的眼睛的周围粘了6颗泪珠，那是玻璃的珠子。实际上呢，它要表明什么呢？就是迈瑞要告诉我们，摄影是一很主观的一种创造。照片中的眼泪不等于生活中的眼泪，它要用摄影来代表一种超现实的梦幻的感觉。这是摄影史上著名的肖像作品之一。他后来呢，1929年，桑德他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名字又叫《我们时代的面容》，里面一共有60幅肖像作品。根据这个社会的阶层来排列呢，有农民，有市民，有艺术家，有作家、音乐家，也有政府官员。后来呢，因为德国开始屠杀犹太人、反纳粹，禁止发行。因为这张照片所呈现的我们时代的面容，这里不区分阶层，只是呈现这个时代的群像，这样一种平等的民主的观念，后来呢是那个被纳粹所迫害的。所以呢，后期的桑德主要呢拍自然风光，不再拍肖像了，但是他是属于比较早的在肖像摄影这个领域里头那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就能研究到摄影的这种区别于绘画的力量，在于它瞬间抓取真实的能力。比如，这是我们看到的婚礼上的一位花童，他非常喜欢那位美丽的新娘和新郎亲热。然后呢，你们想想，他旁边的那位小女孩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你们看。这种表情被抓下来了，这种表情就是一种只有人类才具有的表情，这种感觉叫妒忌。还有这张照片也是我们今天争议比较多的，叫匿名摄影吧，因为呢它是在巴黎的一个咖啡馆内部拍摄的，那块玻璃呢刚好是一块茶色玻璃，也就意味着那对在橱窗面前去观察橱窗的陈设的夫妻压根就不知道正有一个摄影机对着他们，所以他们才能呈现出来那么有趣的、那么真实的表情。他们俩的反应非常有趣，因为这种橱窗的反光，路上的行人根本来不及看，这位名字叫杜瓦诺斯的摄影师在做什么，所以人性的最真实的部分才这样被泄露出来。显然的，我们看见这对看似恩爱的夫妻，他们的视觉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妻子是在那里看着这个，古玩店里头陈设的一件什么商品，很感兴趣，而丈夫的眼睛显然在游离，他在看什么呢？你们看，看来男性和女性的注意力永远都有所不同。阿诺德是一位女性的摄影师，也是一位卓有这个声誉的，为了很多的社会名流、明星人物都拍过个人肖像的摄影师。他富有开拓性，并且呢，那个最后是被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授予了摄影大师的称号。他所拍摄的躺在床上的玛丽莲·梦露，把玛丽莲·梦露的这种女性美，这种充分的女性的性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布列松刚才说过的堪蒂派的一位代表，他讲生活中的那个自然的、真实的、不摆拍、不介入、不参与的抓拍。我们来看他抓拍的一个画面，这是都市里头一个很平凡的场景，星期天，学校放假了。小男孩呢，在家里头陪家人，他被爸爸派到街上去买啤酒。那么领到这个任务以后呢，孩子是得意洋洋的，因为他在完成着一件他认为自己很爷们的工作，所以呢，他被委以重任。他抱着两个巨大的啤酒瓶子，昂着头，是吧？那个洋洋得意的走过街头，旁边的虚化的背景，还有女孩子称赞他的眼光，把他烘托的，小小年纪就有着一种早熟，把他的神情，这种可爱的这个表情更为突出。
这个画面从构图来看是不是很完美，也不是很完整的，但是呢，通过背景的虚化来突出了主体部分，来抓住了这样一个场景的瞬间，以及令人玩味的情趣。这就是抓拍的魅力。我们再来看一张抓拍，一个纽约105街区，一个暴力流行的、犯罪率很高的街区，有一个小流氓将一把枪直接指向了摄影家的镜头，他瞬间的在最危险的关头被抓下来、抓拍下来了。这个男孩实际上只有11岁，但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学会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邪恶和黑暗。他手里头拿的是一把假枪，但是，他要是沿着这样一条惯性的道路走下去的话，哪天扣动的就是一把真枪。在这一瞬间，他已经脱离了儿童的身份，他的未来的道路已经被我们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韦斯顿的一张人像摄影，他巅峰状态的产物。你们看到，我觉得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女性的人体摄影。在人体的摄影史上是伟大的经典作品之一，她叫玛格丽特·马瑟，这是那位摄影的对象，被摄的对象那位模特儿的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模样，只知道她的身体，那么含蓄的，摆成了一朵花蕾、蓓蕾一样的形状。我们知道她是美的，但是这种女性美非常的含蓄。却散发着动人的芬芳和诱惑。这张照片1976年，它表现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蒙娜丽莎的形象。它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有所不同，那个是庄重的、理性的，代表着人的一种理性的觉醒，而这个呢是豪放的、壮美的。它在大山大川之前，敞开着胸襟。那个那么自信的，去迎接远方，迎接阳光，这样一个形象，表现了万物之灵，表现了站在这个进化的金字塔之巅的自豪的人类，他对于人类所能奔赴的前方的充分的自信。那么，这是一个20世纪的蒙娜丽莎的形象。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摄影师叫希尔佛斯，他拍了一系列的人物肖像，他总是很擅长于在一个能够刻画人物性格、身份，还有他的心理的场景里头去表现人物。这是肯尼迪夫人，她对于这位优雅的，但是又被丈夫的这个婚外恋和风流意识所困扰的有教养的女子。他的这个阶级身份，他的理想型，他的这种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审美的理想的优雅形象，他经常把那个不同的理想人物放在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生活的社区、符合他阶层身份的服装打扮的背景之中，把它表现出来。